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，赵恒、寇准和包拯。爱一个人很不容易，爱一个皇帝就更难了。我爱上他的时候只有20岁，记得当时寇相爷曾经问我，你知道什么是后宫吗？我回答说，后宫是皇帝起居之所。其实在我心目中，后宫是庄严祥和的圣地，既能与自己的爱人长相厮守，又能够辅佐他处理国家大事。多么美好的愿望！然而我恰恰忽略了一点，美好的东西永远是来之不易的。回忆真的很难，可既然要说，就从真宗景德元年8月说起吧。当时辽军大举进攻我朝，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州。传令，准备攻城。是。攻城。
为保江山社稷，真宗皇帝在宰相寇准的力荐之下，率主力进军增援澶州。而我作为三山王府的诰命，随皇帝御驾亲征，一切便从这一刻开始了。万万年基业，这是二位，你们只说南迁，要迁到何处为好？陛下，皇上真的要逃到南方去？看来是皇上难逃，肯定把咱们禁军带走。那这澶州城就守不住了，澶州一失，开封就危险了。什么？皇上要带咱们逃到南方去？可咱们的家都在开封啊。那又怎么样？皇上说的话谁敢违抗啊？要是辽军攻破了澶州，那咱们可就家破人亡了。我不走，我要回家。小生啊，不要脑袋了。周军头，当值私议已是违反军条，还敢擅傍长征？周军头，您没听见皇上说不进澶州了，要带着咱们逃到南方去，里边正吵着呢。王枢密说要逃到金陵，丁三正说要逃往蜀中。什么？不进澶州？正是。率禁军驾信使，三山王府命赴奉茶。蜀道虽难，可当年太祖皇帝挥师后蜀，击灭蜀后主孟昶，仅旬月便荡平了蜀地，所以丁参政，蜀道虽难，难挡大军兵锋啊。王枢密此言差矣，区区契丹一敌，怎能与太祖皇帝雄才伟略相提并论？我并不是拿夷狄与太祖相比，只是说这个道理。再说蜀地多障，山高路远，非帝王居所，怎么能与金陵相比呢？金陵古来就是帝王之都，普聚龙盘，一旦天子驾幸，必定是威仪万方，天下仰望才是古人以金陵为应天之理。且金陵距长江天险，而辽人久居北地，不善水战，再加上朝内四方秦王之兵一到，可保万全。我看不然，陛下。好了，二位爱卿，你们力主南迁，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一旦朕离开澶州城，辽军势必长驱直入，东京不保，祖宗的宗庙、社稷基业便毁于一旦，朕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啊？圣上真乃万世明君，弃祖宗的宗庙南迁异地，实属下策，而且老王妃陶三春正率军坚守澶州，苦等圣上救兵到来。一旦陛下南幸，岂不是将陶老王妃置于死地？陶老王妃与陛下可有养育之恩呐？陛下，臣记得太祖皇帝曾有明谕，严禁内侍干政，这一条规在陛下这里还适用吗？如果连宦官都可以参政，还要我们这些两府大臣何用？朕与大臣在此议事，何用尔等奴才多口？还不退下！是。陛下，而今辽军陈重兵于澶州，澶州守军只有30,000余人，虽有三山王妃陶三春和杨家将，但敌众我寡，澶州定难固守。一旦陛下到了澶州，城池被辽军攻破，臣等身死殉国是应该的事，可是陛下于死地，却是叫臣等万劫不复了。是啊，陛下，微臣以为丁参政所言极是，请陛下慎思。驾幸南方倒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祖宗的基业，谁为陛下出此计，谁就是天下公贼。哎呀，寇相爷，你总算是来了。臣寇准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刚才听到有人劝陛下南迁，不知是何人。我们只是随便说说。陛下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，讨老王妃以古稀之年，率区区30,000兵马力抗辽军数十万，已3月之久。
而今澶州疲弱，急需救兵。陛下英明神武，御驾亲征，前方将士已经备受鼓舞。现在他们望穿双目，只等圣上的援兵一到，他们便大破辽贼于城下。而现在竟有人在陛下驾前进此谗言，要陛下南迁，这岂不是弃前方将士于不顾，弃祖宗的宗庙社稷于不顾？陛下，进此谗言者万死难恕其罪，请陛下立即将进此谗言者处死，整肃军马，临幸澶州。朕也并非一定要南迁，只是澶州城太危险了，一旦城池被辽人攻破，岂不是要陷朕于死地吗？陛下此言甚为有理啊。哦，劝陛下南迁的不会是二位大人吧？不不，我二人只是认为澶州危壁，圣驾不宜贸然驾幸。贸然驾幸？哼，此次御驾亲征就是为了增援澶州，破强敌于城下，保社稷平安。而今圣驾已到澶州城外，竟如此逡巡不前，岂不令天下齿冷？尔等身在梁府，当此危急时刻，不思国家社稷安危，竟贪生怕死，恐吓圣上，令圣上心存忧惧，非宁人而何？哼，难道丞相要将陛下置于死地，倒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？我看，哼，这是丞相沽名钓誉，以陛下为筹码，树立自己的威信吧。丁参政是蜀中人吧？正是。哦，丁参政是蜀中人，便要陛下逃到蜀中，而王枢密是金陵人，就要陛下逃往金陵。那么，请问在二位眼中，陛下是什么？是筹码，还是二位手中的骰子？这，寇相爷，小心说话。陛下，臣二人是为了陛下的安危才为陛下谋此策，今丞相将陛下比作赌博之器，这绝非臣等本意呀，望陛下明察。寇准，你也太过分了，你把朕比作骰子吗？陛下，陛下。寇相爷，不可造次。寇准，如此忤逆之事你都敢做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奸贼，竟敢怂恿陛下临阵脱逃！今日再敢多言，老夫定要你项上人头！你虽身为宰辅，也不能专权擅政。太祖皇帝旧制，刑不加士大夫，你无权杀我。哼，事急从权，太祖能奈我何？来人！来！此贼竟敢蛊惑圣上临阵难逃，罪大恶极，立即将他拿下，推出帐外斩首。是，你上。陛下，救命啊！寇准，要造反不成？陛下如不过河，天下百姓如丧考妣，你这是公然辱骂于朕吗？臣不敢，臣请陛下过河杀贼。来人，将寇准给朕拿下。陈琳，给朕叫人来，将这一干反贼都给我拿下。陛下，皇上，事关江山社稷，求皇上即刻过河。什么？你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你给我闭嘴！皇上，请用茶。你是？莲心清若水，壶胆大如天。连一只小小的茶壶都有装天的胆子，
更何况天子乎？一旦澶州城被攻破，皇上就是想南迁也不可能了。辽国大军一日之内定可追上我们。到那时，皇上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？而且，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妙。禁军们的家人都在东京，恐怕他们是不会随您南迁的。如果逼迫的话，恐怕会酿成大祸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待朕传旨。皇帝有旨，整肃禁军，立刻过河，临幸澶州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万万岁！周括，快去传旨。是，圣上有旨。听到了，这才是众军的心声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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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外城被辽军攻破了，正是，外城被破，统帅高亮被辽军所围，危在旦夕。看来，我们又要损失一员大将了。啊！先锋官杨文广与高亮是磕头的兄弟，这个时候要谨防他意气用事。告诉总监军杨排风，给我看住文广。有敢擅自出战者，杀无赦。战役开始到现在，高杰、高怀已相继阵亡，如今又轮到了高亮。排风姐，眼看着高家的子孙一个个倒在我们面前，而我们为保性命龟缩城内，眼看着好兄弟一个个死去，我们有愧呀。军法森严，违令者死。文广情愿战死，绝不苟活。
总监军，请你下令打开城门，文广一人出战，高家有虎将，我杨家将世代英烈，绝不是孬种。打开城门。是。站住。文广，你是正印先锋，怎能弃大军独自出战？做这等缩头先锋，辱没我杨家先祖，你给我让开！来，杨文广，难道我愿意高亮去送死？难道我愿意做缩头乌龟吗？你杨文广不怕死，难道我就害怕吗？我杨排风一个烧火的丫头，能有今天，全是杨家的恩情。我也是杨家的人，我也是杨家将啊！排风姐，我自打我跟随太君进入军旅，我这条命就舍给了大宋皇帝，舍给了这个国家。我不怕死，可是死要死得值得。你现在出城，不但救不了高亮，反而还会令辽军乘势攻入内城。这城中数万弟兄的生命，你想过没有？而今皇帝的御驾正赶往澶州，一旦澶州城破，辽军深入腹地，势必与皇帝的行驾遭遇。皇帝的安危，你想过没有？啊！你逞一时之勇，却置众军与皇帝的安危于不顾，你还算什么英雄？你还有脸提起杨家的先祖？我，排风说得好啊，大帅。大帅。参见大帅。参见大帅。开封说得好啊，而今澶州的形势万分凶险，敌强我弱，援兵未到，因此绝不可浪战。文广啊，杨家将素来文武兼备，这才天下闻名，你可不能做个匹夫啊。是。
绝不落在辽军手中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不知我们的皇帝是否知道，他率领的援军还要多久才能到达？陈琳，在，你去把昨天那个女孩子叫来。是。你叫什么？臣妾是三山王妃陶三春的侄孙女，赤峰一等诰命，李。你是老王妃的侄孙女？正是。好啊，朕就是陶老王妃从小带大的。我知道。嗯，谢谢你替朕解围啊。天子是不应该谢人的。对你例外。天子也不应该有例外。天子也是人呢。其实，您是个挺勇敢的人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？臣妾不敢多嘴。朕跟你说过了，你例外。已经两次例外了，看来我是个例外的人。我想说，您应该多听听寇相爷的话，他是不会害您的。这个寇老儿真是无礼之极，竟敢要挟朕，朕定要治他个不敬之罪。不能也来个例外吗？嗯，我看陛下可以成为唐太宗那样的大皇帝。哦，是啊，要成为唐太宗，身边就要有魏征。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当年太宗皇帝养了一只鸟，有一天他正在逗鸟的时候，忽听魏征前来奏事，吓得他赶快把鸟藏到了衣袖里。等魏征做完事出了宫，那只鸟已经被闷死了。想不到你还有些才学。一个例外的人总要有些例外之处吧。是啊，你是把寇准比作魏征。嗯，有点像吧。是啊，其实寇准是对的，只是朕觉得这澶州太危险。我知道陛下并不是怕危险，您只不过是想试探一下，看看大臣中谁更有见地。陈琳在，传令众将迅速过河，有牵延罔顾者，军法从事。是。
这城上为何没有动静？大帅，宋军坚守澶州已达三月之久，早已疲惫不堪，昨日又是大将高亮弃围之夺，因此偃旗息鼓，不敢应我大军之风。哼，陶三春乃沙场宿将，用兵有方啊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三个月，今日竟然主动出战，难道说是援兵到了？啊！裴凤姐，皇帝到了。真没想到，众军对朕竟如此爱戴。是陛下神武过人，德披天下。好啊，朕终于明白了，祖宗的社稷是如何得来的。大宋有明君，乃臣下之幸，众军之幸，万民之幸。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弟兄们，皇帝亲临城头。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，杀退辽兵，拱卫京师，替死去的弟兄们报仇！杀退辽兵，拱卫京师！杀退辽兵，拱卫京师！杀！文国，把刺剑交给我吧。Come on.
第一。陛下有旨，赐杨家勇冠三军，天下第一。对对对，这正是朕的旨意。万岁！快快快，在这儿等着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皇上浑身是血，身旁还有另外一个女人。啊，另外一个女人？是，他搀扶着皇上摇摇晃晃地向前走，我急忙跑过去，可皇上却不理我，我叫他，他一下子没了踪影。郭槐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的娘娘，哎，您不会说点吉利话？皇上这是御驾亲征，是打仗，这不是寻花问柳。那身边虽然有宫女儿和各王府的诰命随侍，可那都是行驾呀。再说了，就您这两下子，皇上自打登基到现在多少年了，您管得紧紧的，有哪个女人那不知死活，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啊？你这猴崽子就知道耍贫嘴。真不知道皇上现在怎么样了，在那个刀枪乱飞的地方，他一个娇生惯养的人怎么受得了？真让人担心呢。要说娘娘对皇上那真是没得说了，也难得皇上这十几年对您恩宠有加呀。我了解皇上，其实他的本性是很风流的，我就是怕呀。嗯，您怕什么呀？怕我这些年把他管得太紧，他会背着我在外面弄出些什么事儿来。哦，对了，丁参政有书信来吗？就是十几天前收到的那一封信呢。这您知道，你已经回信了。娘娘，刚才您心里在想些什么？老奴知道。哦，该给皇上立个侧妃了。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虫子，什么心思不用说你就明白。娘娘，选择这个人可一定要慎之又慎，万一……万一什么？万一他抢了娘娘的宠。闭上你的臭嘴，我就不相信天下还有别的女人能把皇上从我手中抢了去。Thank you.
Thank you.